好，我们这边用 Terry 当队长。没有啦，我看你们那么想看我打，我就不舍不得关卡端关台啊。啊，我来看一下这个伤害到底有多可悲吧。好，我们这边转了一个八，哎，七 combo 天降到八九十，我看一下，十一伤害，哇，真的是烂啊，真的是不惨。好，这边一样转一个八 combo， 我天降到十，真的是有点惨。感觉比上古好，没那么夸张吧？上古应该还是伤害比较痛一点啊。你这样叫上古情何以堪啊？我就问你们，你要叫上古情何以堪啊？哎，不过这队的血量有三万呢，有看到吗？有三万呢。哦，痛痛的！应该会过吧？行。好，在这边的话呢？感觉应该要多一点水珠会比较好。干90%扣血，喷！这边的话，开个这个好了。嗯。危险啊！这平砍伤害太低了。他配紫龙可能比较强一点。欸，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开个这个。欸，没有新珠干。欸，完蛋了，这边开个龙科好了。除非他天降星。没天降星，开个龙科。团长龙科不用了，喂，伤害非常够力耶，意外的高，好像不用开龙科也可以耶。靠北才打一亿而已哦，这只血量是1500万，感觉不用开龙科也可以过，可以，不开龙科可过，也要死了啦，先回个血。先打左边的，
宇哥都没理过我，我要哭了，别哭别哭，看到了。靠北，但我这边是幼稚园，是不是？过了吧？怎么这么硬？这啊！布比已经睡到一个翻掉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让你们看一下布比，好不好？他已经睡到翻掉了。哎，布比啊，不要吵他好了，等一下吵把他叫醒又来乱我。他睡到翻掉了，我还在这边拼命。然后等一下他睡饱，等我要睡的时候，他就不睡觉了，他就起来乱了。我已经可以完全可以预知到等一下会发生的情况。这是卷在一起啊。谢谢抹茶女王。你们家的猫会半夜不睡觉在那边一直吵吗？一直吵你这样？它现在睡饱，等一下我要睡的时候它就不起来了，我就完蛋了，真的完蛋了。这边的话，我觉得直接开个妲己好了。完美，我家的猫的 Neko Para 是什么？是某种什么猫咪催眠曲吗？ Neko Para 这种东西，这边是要我打到民国几年？紫龙队能过的吗？简单啊，轻松。紫龙队应该轻松啊。可以趴猫的哦，你们怎么都知道这种东西？哎，是我太落伍还是怎样？为什么我都不知道这种东西？哦，这只好硬哦！来一个神天将吧，看一下。感觉还行哦，因为我加这个武装龙科有加秒速，还行。只是这边如果卡星的话，我们就 GG 了，所以千万不能卡星珠，千万不能卡星珠。哇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
OK。接下来我打到第几关了？再来是到罗斯这关吧。到罗斯这关的话，最好是快点给他打过去，一波带走。开紫龙。我不想再玩，直接开这个百龙霸、啊，不啰嗦啊。这样应该是可以一波带走吗？哇，靠北开百龙霸一张才10000000是怎样？这边把它附加效果消除掉哈，我开这个变身，然后开这个近视之杖，开近视之杖，然后开妲己，开真开妲己。因为我们这个新珠有兼具珠的效果。所以新珠消到强化一样是可以哦，等于水珠效果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呢，我们直接快速带走，好不好？快速带走，反正下一关没技能嘛，我们这边快速带走。哎，我看一下血量是2200000，我操，2200000。等一下，有点障碍，有点障碍。OK， 百龙霸没增伤啊，对，百龙霸没增伤，只是会降很多木珠这样而已。哇，真的是累死我了，这队伍。这边的话，我觉得这样认真转应该也是没伤害吧。哎，果然，好，那我们这边不要卡新珠就可以了。啊，一组新珠一样哦，回满，一组新回满，不要卡新的话，一样可以带走。哇哦！他妈的，怎么那么痛啊？这队太累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这边的话呢，进场直接开我们最强队长，好不好？老板的大绝。他一回合打15000而已哦。先喷他。这队吃手转。还好啦，因为他有加转珠秒数，其实没有到很难，还行。啊，来，等一下，靠腰哦，拜拜，不要吓我啊，我看一下，我不是被吓大的啊。下一关是一回合打20000嘛，对不对？下一关慢慢洗吧，这边先把它打过去了。血量是多少？10000而已，来乱的是不是？可以吧，大哥，给点面子啊！可以，1900000。好，这边我们稍微洗一下哈。可以，要过了。我们还是可以靠队员凯瑞的，凯瑞，不是瑞凯，是凯瑞。我们可以靠队员凯瑞。这边只要一组星都可以回来。我看一下哈，龙科还没跳，所以我们这边再打一下。
哎、欸，我看一下哈，差不多了吧？一波带走了，你们说好不好啊？再起一波，我还是会怕。既然打到这边了哈，我不能功亏一篑啊。好，可以了，龙哥跳了。那我们这边的话，顺序是这样子哈，顺序是这样子的。OK， 没问题啦。最后呢，他不会死嘛，对不对？他可能还会有更新这个东西，再开剩下的技能。OK 啦，轻松。只是要打很久啊，手很酸啊。OK， 他快挂了哈。我们这边的话，技能。再送他一个老板，再开一个间距，再开一个间距。再开一个龙科，我就看你死不死。OK， 过了过了，零食。哎、欸，刚刚好哎、欸，差点没打死哎、欸，吓死我了！还好我有开龙科。